告诉一下大家，第一棒要传递的是广东话。哇、哦！哎呦，粤语这可难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放音频给你学一个啊。不入而深造，黄河入海流，月强千里无，今生一城楼啊！今生一城。哎呦，这太难了。哎呀，这位湖北的朋友，广东话水平怎么样？我不会讲广东话，我觉得对土库曼斯坦人来说，关键是连这首诗都不知道。来吧，开始了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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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知唔知广东话？你知唔知广东话？王茂泰，王茂泰，王茂泰。啊，对，开始啊，开始。八家，一三九。八呀一三九。黄河入海流。入海流，入海流。月强千里母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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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受一情楼啊！吓吓，感受一情楼，感受感受感受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就冲着大秧歌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八呀八八八，我也忘了，好难呐、啊。好，把这些客套可以稍微收一下。啊，八呀一心机。比赛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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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，比赛蒙鱼，太鱼鱼鱼鱼鱼鱼，哇，记性也不好，是不是比目鱼啊？这个也要学吗？哎，干嘛干嘛？吊凳都学会了。然后。是传方言，动作其次的，动作不重要。比赛猛，然后雨豪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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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六个字，比赛猛，雨豪龙。那我还摸，哎，有太多了，有很多，有很多字，有很多字，字呢？光学这些动作有什么用啊？字呢？别紧张。一共才六个字儿。比赛猛，比赛猛，雨豪冷，雨豪冷。你呀、啊，相对他比较内向，你可以把你这一年半所学所用的多发挥一点。字儿对的越多，我们得的分越高。好，好，这个比赛猛，比赛猛，雨豪冷，雨豪冷。一共有六个字。哎呦，普通话说的还可以啊！比猜门？什么？比猜门？比猜门？比猜门？雨豪龙，雨豪龙，再多说点，随便说点啥。提醒一下贾玲，这是用广东话传过来的粤语。广东话，广东话，你知道是粤语吗？你觉得我能知道是粤语吗？来，我给你看他做的好吗？好的呀，他做的是这样子，然后比赛猛，然后一样啊。然后他说有一个鱼，这样，然后他做的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。然后有说话吗？我已经忘记了呀，他说什么呢？那我能提示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吧？一首诗，我来就直接告诉你。一首诗，第一句唐诗，第二句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啊！哇，一个字儿没对啊！广东话说的这个，对对对对，为难他们俩位了啊！表现非常好，来两队换一下啊！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，有请出接下来的两位外国友人。哇哇哇！你好，我叫欧阳娜，我在中国已经两年多吧。大家好，我的中文名字是阿里乌，我来自利比利亚，谢谢啊。你们一个也是第二棒，一个是第四棒。这轮马东老师第一位，杨澜澜老师第三位。我告诉你啊，就捡中间一句能传下来就行。行，
咱但凡能够传五个字就行。我就负责五个发音。杨迪，五个字啊，必须要猜对五个字啊。压力大不大？跟他们在一队。你们的这个方言呢是陕西话。陕西话，好，这个好吗？放一下音频。火上有个盘，盘上有个饽饽，有个饭饭，有个饽饽，盘里噗噗噗。没了。再来一遍。火上有个盘，盘上有个饽饽，有个饭饭，有个饽饽，盘里噗噗噗。对外国朋友来说，这太难了。对中国朋友也不简单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就主攻五个字。知道了。好，传递开始。和尚。和尚。有个船，船上有个桌，桌上有个砖，砖上有个蜘蛛，爬的出出出。国丈。和尚。国丈。有个船，船上有个桌，桌上有个砖，砖上有个蜘蛛，爬的出出出。出出出出出出。和尚出出出。和尚出出出。五个字。国丈，你个这个你我的妈！和尚出出出。国丈，你个这个你我这个。和尚出出出。好，时间到。我的好，来来。他说我应该跟你说。嗯。和尚。我的你妈这个我妈这个这个出出出。完全正确。什么？国家国家国家，我和几个人民，我们几个人民出出出。国家出出出。五个字，五个字。国家，我和几万人民，我和几万人民出出出。杨澜就奔着五个字来。五个字啊，我家，我家，啊，我家，出出出，我家去去去，对，就行了，就行，去去去。Hello， 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嗯哼，只有五个字，你们就传了五个字啊？我家，我家，出出出，我家出出出，我家出去出，对。费这么大劲儿，我家出出出，是不是感觉中间好像丢了很多的信息？这样，我放个水，我让第二棒再来一下，再感受一下。我家，哦，我家，猪猪猪，中间的呢？我家，妈妈你妈了吗？我你妈了吗？猪猪猪猪，很重要，听到没有？很重要。我家，妈你妈，妈你妈，妈你妈，是的。是的，什么是对？你说的是对的。我家的猪又马又猪的，我家养马又养猪，但是最后吃的是猪猪猪。最后三个字儿出，我家的猪又出，我吃。最后对了两个字，来谢谢这两位外国的朋友，谢谢。